10月23日，陈龙的老婆张灵芝晒出了一张健身照，并配文，要狠，更要好好吃饭，才有力气继续健身啊。照片中张灵芝穿着非常显身材的运动服，身体线条非常明显，可以看到产后两个月后的张灵芝身材恢复神速，已经是非常好的状态。网友纷纷评论，这是你吗？感觉不太像诶，可是我真的觉得你已经很瘦了，你一定要多吃一点。知性优雅，清纯俏丽，另类混搭。镜头内外，张灵芝是好友眼中的百变女王。生活中的张灵芝有着鬼马俏皮的个性，可对待工作却总是一丝不苟。用她自己的话说，无论演戏还是做服装品牌，只要一遇到工作，她的处女座本质就会被调动出来。